用唔到呢个。我冇兴趣管理度，我系嚟管理。以力服人者霸，以德服人者仁。学功夫最重要有武德。我哋要全面罢工，嗰啲老板先知道工有佢重要。啲齐人和嘅鬼枪系人哋嘅，拳头先系自己嘅。枪头可以调转，拳头唔应该打自己人。但系现实唔到我哋话事。我哋有少少心意咧，想送俾师母噶。阿准。份工做成点啊？还可以啦，唔啱渗水嘅翻嚟拳馆帮手啦。我教嚣你哋游水、游几远都得，但系唔应该推人落水啊！我想你帮我拍低打木人桩嘅装法，我要发扬到全世界。